土瓜湾新码头街发生交通意外，一名67岁内地男游客准备登上旅游巴，期间另一名嘅旅游巴司机怀疑未有遗意，倒车嘅时候将男乘客撞倒，佢四肢受伤，在场人士报警求助，救护员接报到场，事主半昏迷送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呼治，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。